各位乡亲，在道路上行走千万要注意安全哦，行人应在画设的人行道上行走，若未画设人行道，记得面向来车靠边行走。赶时间，没车撞啊！步近100公尺范围内有行人穿越道、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设施，不得随意穿越道路。如果在无行人穿越设施之交叉路口，应在人行道延伸范围、停止线至路缘范围或路缘延伸线往路段起算3公尺以内范围穿越道路哦。遵守行人路权，路口大家安全。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。